新一档的特别来宾一鸣哥，还有维琳姐，还有吃的红烧牛肉面，徐帅阳光帅，帅帅是公主啊！美食健康操开到了，是 one two three four。好吃的刀削牛肉面呢，实在有够，怎么感觉有点老兵的感觉？对啊，他就老兵啊，因为他真的很爱碎碎念，所以呢，你知道维琳姐呢，就是认识一鸣哥之前，我是连荷包蛋都不会煎的。哎呦，但是因为他每天就是在你的旁边耳朵旁边一直碎碎念，一碎碎念之后，我就开始学做菜。之后呢，他每到一个地方，每吃到一样东西，他就是非常恩爱的眼神看着你，就说：“老婆，我知道你回去一定会做，我哪会做刀削面？刀削面很难。”可是他就跟我说你一定会好，之后呢我就开始回去做，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折磨我的吗？怎么弄？因为呢牛肉刀削面就算了嘛，是是，那我就想炖牛肉，他哦不行，他说因为他刚问的老板是要用炖牛骨，不是因为牛骨哦，要牛骨炖两个小时才会，什么两个八个小时，不是把骨髓炖出来之后，再用那个骨髓去炖牛肉，所以炖了十几个小时，哇这么讲究啊，没有那个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那熬煮出来味道很好，下次你到我们家来。我煮给你吃，对，是真的。好好好好，你煮啊，我煮，你来做，好不好？哎呦！结果后来有没有成功？很成功，有啦，真的。然后我的那个面就是我自己手擀的，手擀。哎呦，哎呦，他是很有天分的哦。对，我把那个面当成是他，所以我就切得很好。哦，经过了十几个小时，最后终于做出来，终于让一鸣哥非常的感动。真的，真的，他的手艺算是他来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他是我一手培训出来的。你知道，人跟动物都是可以训练。今天我们一样有非常多的美食，希望你们大家好好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下来我们来进行美食咕咕啦。这道金黄耀眼，有如夏日烟火齐放，散发出浓浓乳酪香的百花 cheese 球，是用新鲜草虾及花枝打成浆，包入大量香浓的 cheese， 搭配上炸过包覆在外的酥脆 cheese 丝，如此令人食指大动的料理，你猜要多少钱呢？百花 cheese 球，是的，马上请我们的美食小天使上菜喽！上菜。是的，食蔬外面有很多 cheese 丝，用高温的油炸，而且特调的梅子们一咬下去爆浆啊！好，各位，这样子一道的料理，你们觉得它大概要多少钱呢？好，请估价。哎呦，一鸣哥，差不多整盘六七百块一盘吧。这个还是七百，六百，七百，六六大顺。好，六百六十块钱，哇，哎呦，这个数字非常的吉祥，660块钱这样子一盘，660块钱，麻烦您再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好，真的假的？下一组，哎，640块钱，老公猜660块钱，文丽姐猜640块钱，中间只差了那么一点点，麻烦你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你要出多少？我觉得是645。啊，645块，非常的合理。恭喜你，再高一点点。再高一点，下一组。很明显哦，一鸣哥，很明显哦。我要再猜不对，我就离开演艺圈。好，650块，好，恭喜你猜错，离开演艺圈。600多少？650块，650块钱，各位，650块钱，嗯，太棒了，650块钱这个价钱。非常的合理，恭喜你哥答对。百花七十球就是650块钱，恭喜我们的一鸣哥。哎，独享哎，而且你看它好漂亮啊，这就是个艺术品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是一个艺术品，哇，漂亮啊！采用当天捕获的新的这个草虾哦，还有花枝打成泥，用艺术实施。都是戏，哇，哪里忘了？真好吃，我胖子讲话历史都赞哦。哎呦，维琳姐，内线来了，我知道内线了。哎呦，哇，新鲜草虾还有花枝打成浆。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很好吃，它怎么样？不油腻，而且吃起来的很可口。因为它配合水果。我如果能吃到这道你做的菜，有血无汗。
里面有包 cheese， 有包 cheese， 还有包肉，还有包虾仁。百花 cheese 球，恭喜我们的一鸣哥，颁给我们一个赞助。他一开始就猜得很准哎，很准。维玲姐，今天你一整个要好好的学习了。以后麻烦发烫的时候不要发我。好，马上继续我们的有够赞美食秀，有够赞美食秀。是的，我们今天有够赞美食秀呢，即将要介绍这位师傅，他有酱料魔术师之称。是目前文化大学餐饮系的副教授哦，而且还有一个更厉害的，他厨龄有40年。赶快来欢迎我们的吕定旺师傅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吕定旺人称酱料魔术师，厨艺经历40年，曾任知名饭店主厨，也是著名调味酱大厂的开发主任，大学的餐饮系副教授哦。师傅，今天带来什么好吃的料理？今天要介绍的是。水果烩溜肉，今天的水果烩溜肉的食材有鲜嫩的猪里脊、弹牙的大虾仁跟软丝、酸甜的凤梨、多汁鲜甜的哈密瓜、草莓和水蜜桃，腌料用的芹菜、香菜、洋葱跟番茄，制作糖醋酱的白醋、红砂糖、番茄酱，以及让你惊讶的秘密武器哟。首先呢，要先准备这个小里脊，比较低来对吼，只有。两条小里脊啊！哎呦，这个由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了。其实猪里脊啊，小里脊不是，你借我比一下。小里脊呢，就是在这个部位，它每只猪呢只有两条而已，而且它是在这两块里面，所以是更精髓的地方。它等于就是黑尾鱼的尾鱼肚一样。赶快告诉大家啦，为什么要选这个部位哈？好，请问。为什么猪里脊会深受爱美人士的喜爱呢？一富含胶质，二热量最低，三富有维生素 A。好，三组请抢答。哎呦！我觉得应该是富含胶质啊。对对，因为它其实那个波有非常多的筋，所以有里面有非常多的胶质在里面。对，好，我们来问一下吕师傅了，好不好？吕师傅，恭喜你答错了。其他两组，两组请抢答。当然是丰富的维生素 A 啊。哎呀，对不对？这么有把握，我超级恭喜历史是。纺织工会理事长林东江挂保证的答案，真的一定没问题吗？三组请抢答。哎呦！我觉得应该是富含胶质啊。对对，因为它其实那个波有非常多的筋，所以有里面有非常多的胶质在里面。对，好，我们来问一下吕师傅了，好不好？吕师傅，恭喜你答错了。其他两组，两组请抢答。当然是丰富的维生素 A 啊。哎呀，对不对？这么有把握，我超级恭喜历史是的。你指定了，人家公丰富维生素 A， 公给看他是追够嘞。对呀，应该不对，应该不是吧？真的不是。你那个胶质，那个不是胶质是皮嘛？没关系，你猜错以后我再猜。你们刚刚你是历史丢的，再敢安尼搞我点哦。那个不要够尊重没有，我历史丢哦。对不起，我的师傅，我一鸣哥答对了吗？恭喜你答错了。这个题啊，因为两个答对，所以我们这题就已经有弃权了。哦，它其实是热量比较低的，对对，没有什么脂肪。对啊。哦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刚才那个有讲到说溜肉，所谓的溜肉哈，是我们烹调的那个方式。哎呦哦，加了滑滑溜溜的。哎呦哦，首先哈，咱处理这个小里脊哈，先讲别再顺着伊丝来行。哦。对，有没有看到一条一条一条在那边走？对对对，细细来行，对细切，爱弯细切。哦，逆着它切。对，切起来拍起来，它5公分的啦。哦，5公分。它为什么要逆着切啊？这样较滑嫩，滑嫩。反而逆着切会增加口感，顺着切它反而还不乖哦，不好吃。对。哇，切起来拍起来要差不多5公分。五公分了哈。哦，还给它切。所以恁拍的吧哈。别拍，别个拍，别拍。恁现切吧。哦，加点水，啊，给撩撩。哦，今麦被卡来手来啊！哦，跑了要变薄一样呀！好漂亮哦，马上变薄嘞，从5公分变0.5公分，这个方法非常特别。赶快问问看，我们来宾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拍打它呢？好，为什么？猪肉切完后还要再拍打它，主要是为了什么呢？一，使肉质紧缩。二，
使肉易熟；三，破坏肉的纤维；三组，请抢答。好，一鸣哥，你确定你会吗？没有，李师傅，这个要先想一下啦，肉质比较紧缩一点。到底李师傅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恭喜你答错了。哎呦，来这个机会。另外两组，请抢答。维琳姐，一定是破坏肉的纤维啊！哎呦，无论是鸡肉或者猪肉，都要把它断筋啊，干嘛的？那个道理应该是一样，原理啦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猪排不是都要打吗？感觉有没有？他那个厨艺也超过40年的，喂，讲的很有道理，要断筋。好，师傅，我们维琳姐答对了吗？维琳姐，恭喜你答对了！这就是家庭主妇才会的。好，恭喜我们的维琳姐，小天使，请颁个赞给她。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肉质真的是烂破烂的，看好假，五公分大的太牛逼哦，口感也比较嫩啊。哦，是是是，好，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一定要记起来的哈。好，紧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拍打完，那喏，来 A 字，有小番茄，有洋葱，跟小番茄、洋葱哈，啊 ，N 水 N 水，蒜头，哦，还有蒜头，哎，芹菜，芹菜也有哈。哦，哎，怎么搞？啊，你加的番茄酱，哦，番茄酱，有番茄要加番茄酱，你差不多一大一大一匙啦，哦，好，那不一个地上，不用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就好了，番茄酱就可以了，哦，番茄酱。腌导游哦，腌肉不用导游哦，不用，还要腌多久，师傅？这腌几米啊？一个晚上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我们师傅，谢谢我们师傅，喂。一两个你搞起，四十五个嘛，阿廖吼，咱正讲咱这里物件吼，师傅已经有准备哦，已经完成了，哎呦，哇，完成之后洗掉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颜色。那些番茄都先就不用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那些把那个物件拢捏掉、剪掉就好啊，剪掉，因为它已经入味了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，煎过吼，过油了吼，咱先加些太白粉。哦，待会要过油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啊，这太白粉要给它加下去，对，又要按摩了。这道菜一直在按摩。一直在按摩，真的，一直跟他培养感情。啊，咱面使用大力个刺哦，啊，挂按摩安尼吼。哦，要用梳呀，用梳的吼，跟他按摩。因为我们有给他破坏组织，很怕，就是我们把他给他弄都磨掉了，给他剁烂吼，一些挂去哦，哎呀，他比个整体性较无。哦，所以我们的碳板粉其实也没有加很多，酌量就好了哈。我这样子要这样撒下去，不能直接下去用拌的吗？好，庞正问题问得很好，师傅，你不要着急，我要问我们的来宾。好，请问用太白粉慢慢的抹在猪肉上，主要是为了什么？一，保持肉的完整；二，去除肉的腥味；三，增加肉的色泽；三组，请抢答。又是一名哥，哎呦，已经出球两次了，你不要一直抢着打错。你确定要出球三次吗？没有关系啊，反正答错，但是我们要速度快一点，你们的速度真的没有速度，乱加打两个参数。好，一鸣哥，我想应该是增加色泽，但是如果我真的答对，我答错，我只是为了把机会留给下面的。哦，哎呦，留台阶，做得漂亮嘞，哇，做台阶，做台阶。师傅，请问我们一鸣哥答对了吗？恭喜你答错了。真的没你答对的。另外两组，请抢答。好，文姐。保持肉的完整，如果你要炸东西的时候，不论是鸡肉或者是虾子什么的，都一定要稍微沾一下太白粉再炸起来，它的那个肉会比较完整，要不然像它已经拍成这样烂烂的，你如果下去炒，我跟你讲会比较容易。都以前都是我教他的，就我忘记他现在学习。哎呦，你讲的好难让人家相信。对，人家都那个不会连不好记不成。坦诚老实讲，是不是我教你的？没有啊，怎么哪时候教过我啊？只会在那边了，刚刚师傅还没试吃就已经说，哎，老婆赶快好好的学哦，回去再做给我吃。好，文玲姐压力很大哎。所以你觉得太白粉它就是为了让食物完整？李师傅，请问我们文玲姐答对了吗？恭喜你答对了。恭喜我们文玲姐再得到一个赞助。恭喜文玲姐后来居上哎，真的。包住它的盐味，包住它的汤汁。啊，师傅，今晚热锅快，这个要下去了哈。油温大概是，因为我那怕它就薄呀嘛。130，油温差不多。哎呀。哦。哎呦。哎，它没有哔哔啵啵哎。
现在都是这种冷，也不是因为那个太白粉，其实如果包覆的很好啊，其实都不会喷呐、啊。对，哎呦，哇，果然是有在炸，有下厨的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把水分处理好，然后太白粉包裹好，都不会喷。对啊，像我以前都是这样告诉他的。哦，哎呦，你真的很会说。那我来跟我问一下，一鸣哥，你有曾经做菜给你老婆过吗？其实呢，为了要追她，我就每天准备便当送过去给她吃。哎呦，你自己做的吗？当然是。做给陈慧琳吃的爱妻便当实在有多赞呢？广告回来即将与您分享。我每天准备便当送过去给她吃。哎呦，你自己做的吗？当然是我叫我妈做的。喂，骗了我一年哎！而且打开加分，好丰盛哦，什么鸡腿、牛排就弄得，然后他大家都很亲羡他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认为说，如果这男的我嫁给他还得了？我每天山珍海味吃不完。哇，每块都叫做。哦，所以有没有男人呐？啊，都一样啊。是要常常还是要这样，偶尔工作忙还是要做个便当给他。我现在有啦，我现在有，我每次都把拍戏剩下的便当带回去给他吃。要当一个这个有肩膀的男人，是是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有肩膀的男人，现在在那边努力啊。哎，捞肉了，几锅了？我们是几分熟？全熟吗，师傅？哎，差不多五分熟就好了，五分熟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准备挖凤梨哈。哎呦，哎呦，凤梨啊！好，这卡给我，把来插的小里脊。我今天来教咱大家哈，用这个翁来小刀子，小的水果刀了，对吧？水果刀，很小一只哎。开始挖这个凤梨哈。从凤梨心开始，正中间，正中间，从凤梨心开始哈。凤梨的正中间给它留几刀。哎呦。要很深吗？不用，刚刚下大手术就好了哈。中间划一刀哦。对对对对。画个 T 字。往来桃下马后尾几刀。对。哎，现在是照着它旁边的那个壳的形状在挖。对对对对对。哇。旁边大概留0.5公分。不能太薄哦，会破。不能太薄，不能太厚。差不多1公分不到，零点五。对对哦，从。在它的周，现在中间又画一道。现在处理这个心了，把它拉起来。心最硬的啦。啊，我超爱吃心的。没想到凤梨的心那么硬。真的，不要丢掉。应该我们都没有在用心，对对对。我留着，我好爱吃心哦。对。挖凤梨哈。然后现在在挖旁边。好漂亮哦。大家看，我们中间给它挖了一个凹槽之后呢，很容易用侧边目测的方式从旁边来挖。有没有？哇，好像可以卖嘞！新的中间旁边哈。哦，啊，你要不要用？你不要只偷凤梨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哎呦！哇，现在里面变成这样子。哎呦，我够疼的哦，就是被你。好吧，我们今天速供不？喂。今天先谢谢。好，先烤烤哎，最后的时候就烤的果肉哈，给它把那里面修个形啊。弄成平的里脊哈，台湾是水果王国，有没有？我们很多水果都可以拿来做料理，真的非常棒。而且凤梨旺旺来，真的又好听，甜菜也可以用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么快我们就做好了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哦，现在教我们大家调那个糖醋酱呢。糖醋酱，我最爱吃糖醋了。风妈妈们教你自己来在家里做糖醋酱的话，赶快把纸笔拿出来哦，这小朋友。放在家里，随时想要沾，真的好，来，我们要加什么呢？开始哈，镇江白醋哈，镇江白醋，以一份来讲哦，以啊，公园白醋一，红醋一汤匙，白醋一汤匙，红醋一汤匙，对，各一汤匙哦，番茄酱两汤匙，哦，番茄酱是对，要比较多啦，糖也是两汤匙，糖也是两汤匙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现在开始搅拌，均匀的搅拌，这样会太酸一点，哦，太酸，因为加了两种醋，所以要还有个秘密武器，对，还有秘密武器，各位秘密武器来了，加了这样哦，风味比较的，我要甘醇，哦，可以中和它的酸味，不会那么酸，糖醋性甘醇。喂，这是羊奶啦！对不起，赶快来看看，可以中和我们的太酸的味道是什么秘密武器呢？香兰，好，这是什么？各位，这是什么？紫苏梅，紫苏梅哦，来，这个量大概多少？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？几分差不多五粒。所以师傅现在准备的是已经全部都调配完成五星级的酱汁。我过来是要做这个不正黑，正黑的里面。这串烫要几分熟？哦，这差不多八分熟就好。八分熟，哎，是分开穿烫哦。哎，那不要切太黑了。这黑鳞哦，这种哦，会当穿较久，啊，这嫩丝啊，小烫下就好啊。哦，嫩丝较紧实啦。对啊，较紧实。今麦啦，这师傅咧
在烫那个虾仁的过程，我们来问一下威玲姐哦。听说你好像有跟烧肉有结缘哦。对，有时候我又做红烧肉，别的食谱上面好像都是加一匙酱油，可是这道菜它是写加一碗，所以就加了一碗酱油。结果加完了一碗酱油之后呢，我就跟他说这道料理很特别，因为它跟所有的食谱都不一样，你赶快试试看，他一直吐了，太咸，太咸了吗？完全没有，他那个应该就是其实就是印错了，一汤匙而不是加一碗。做久就会知道了。对啊，对，连我都知道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我们看你已经穿烫起来了哦。这个稍微热锅一下哈。哦，哎，师傅，那个油会不会太少啊？这个料很多呢，葱蒜它这里一点葱蒜蒜头哈，爆香爆香，哎呦，我这个最棒了，闻到这味道就很开心。我那时候就不行，这个味道真的很下饭的味道，真的受不了这个味道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哎呦，加什么？加红黄加哈，红黄加，哎，我发现那油真的是刚刚好哎哈，我还要加水哦，加一点点水。好，我们现在放我们的酱。哦，刚刚是紫苏梅，我以为是沙茶酱哎，对，不是，是紫苏梅泥。对，刚才用到那个凤梨有没有？凤梨的那个汤汁也有作用，还有一些狗肉。对，几汤匙啊？你的秘密酱汁？小汤匙啊，六汤匙。现在要放其他的，放其他的，对对对，都是在小火呢。对对，不要太大。哎呦，我刚才穿烫的这个套丢啊，虾仁要下水，虾仁下水。其实刚才在八分熟的时候下去，它看它还是很 Q 的哈。等一下，水果你不是要点心吗？放我点心哦。不是不是，我们放在里面的。你要放在里面的？对对对。哎呦，我们看到的水果有草莓、凤梨、哈密瓜、水蜜桃。水蜜桃啊。对，水果洗了就要洗过了。师傅，那个水蜜桃跟草莓这样下去也没暖意哦。对，这个最后会，它也是有顺序的，然后婆婆妈妈们要注意了，没错。如果你一次都下去的话，它可能就会烂掉了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，师傅？太白粉水，郭倩用的，让那个汁哦，我们的这个寿司能够附着在里肌肉上，对不对，师傅？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摆，要准备摆盘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各位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摆盘了，哇，哇，哇。哎，好了，颜色好漂亮哦，真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，你忘了它哎。对。结果你晚上忘了。要起来的时候，这种会本来就可以生吃。他就是故意要在起锅的时候再加的，才不会烂掉。他才不会烂掉。大家看啊，装在里面。哇，颜色好漂亮哦。是的，我们的水果烩溜肉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宣布获胜的队伍了。恭喜我们的威力。我的两个蛋可以独自享用我们的水果烩溜肉，这个水果烩溜肉上菜喽！是溜肉，所以要先吃肉。对，真的溜肉，好溜哦！哦，很滑呢，一口。哎呦！我想知道拍打过后的肉到底，整个就是一个溜又滑，真的。嫩，里面还有那个梅子的味道，地方嘛，更开胃，对不对？怎么会那么嫩？留一点给我啦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吃了。可是你输了，你刚刚也没有留给我，我没有机会吃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水果烩溜肉。太棒了，在这边呢，恭喜我们的文丽姐翻上我们的师生准备给她。恭喜！哇，师生奖杯，还有我们的李师傅，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料理。